个大混战。Hello， 只有十个观众，对，只有十个观众，我回来了。嗯，好，我要结束了，我要结束。快点，你自己说你十点会结束。好，我要结束了，我要结束了。谢谢新来的火箭。哎、欸，也可以送我火箭哦。也可以送很少，连跳两句没有。我回来看了，我刚刚想尿尿，我先尿尿。差很多哦，你不懂。连跳两句，上面说你又跳过了什么东西？差很多，没有啦，我刚去尿尿啦。谢谢 Steven， 不是我跳过啦，我没有跳过，是我刚去尿尿。Hello， 土豆。差很多呢。我们先听新人讲，太多人在讲话。我们也可以那个啊，单独相谈，在战队。你的啊，我的，你的，我的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明晚见。你确定是我的？对吧？哎、欸，是我的。哦，是你的。Hello，Hello， 才华哥。拜拜。哎、欸，熊宝，我没有跳过，我刚刚去尿尿了。卡住了。谢谢这样的一只小鸭。我要下播了。文字弹，我觉得我才是比哥，我是蓝色，没有办法啊，不是啊，那就活动的时候弹啊，活动的时候弹怎么样？其实你是比哥什么？活动的时候弹啊，明晚首榜好，然后过年没放假，过年没放假，加油，我也没放假，大家拜拜，洋洋拜拜，葛洋拜拜，兄弟们，明晚首榜，嘿嘿，明晚首榜可能十一点之类的，十点半十一点之类的。哎、欸，你明天几点播？十二点。明天十二点播。早上，哎、欸，中午十二点。啊，不然呢？有晚上十二点播。有，是有两分钟直播。哎，明天我想一下，明天几点开始不确定，但是十一点前一定会播，好不好？幸好我两边名字不一样。现在根本是我在讲话、啊，陈思雅，你可以不要这么。不是啊，因为一起讲话太吵了、啊。好，我要下播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 Hi、我占用了你的时间。不是十点，因为我现在不确定我晚上几点结束。明天中午休息，那还是我早上十一点先开一次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早上十一点先开一次怎么样？大家会不会以为是我在讲话？我们声音又不一样。你要讲话啊？你结束了，我用打字啊！你不要，晚安 ，Hello。他们以为不同步，我哪知道他在讲什么？我的声音叫女生一点，对啊，我声音比较女生。为什么有300块？你自己啊？好，我要下播，去钱包里面拿。那个林欣自己去的钱包里拿，钱包在沙发上面，对。Hello， 西恩 ，Hello， 小四，今天又是 SSL。哎、欸，我要先讲一件事情啊，你要说什么？我把那个纯，那叫什么？纯白地狱送给林雨欣了， oh. 我们就期待林雨欣拼出来。对，因为我的拼图来了，我把那个纯白地狱交给林雨欣了。林雨欣说他会拼出来。林雨欣在这里啊，林雨欣加油！林雨欣在外面啊，为什么、啊？ Oh. 林一在忙，地狱交给他了，地狱交给他了。大胸膛显地形，今天是 SSKR 的真情告白，谢谢洛克爆竹。我们可以用文字哦，网络一直不稳哎、欸，关我什么事？有300块，你自己又不知道，黑卡不能乱刷，那个简讯会传验证码来，我不会曝光我的验证码。对，林一在线啊，对啊，今天是 SSKR 的。哎、欸，有人说林雨欣会拼完，他要跟林雨欣姓，哎，还是跟我姓？可是林雨欣超爱拼拼图啊！对啊，林雨欣很喜欢，而且纯白，搞不好还有机会啊！没有，那真的很痛苦。玩我上次直播推荐游戏小四752有对吗？752不是啊，是772啦。七七二是772，不是752，是772。玩吗？是不是很好玩？谢谢真情告白，谢谢益生菌的真情告白。Hello Poco，Hello 佩勋 ，Hello 德婷。你有耐心玩什么？应该可以。哎、欸，我这不玩呢、欸。关我什么事？我又不是用 WiFi， oh, oh, oh. 我没有用你的网络。OK。思雅的卡这样刷，雷吉不会刷卡、啊欸。他说那个人一定姓林。他说林雨欣姓林，我跟你说这个很好笑。选金星送我礼物，选金星送我小浪花，谢谢选金星的小浪花。林雨欣不会刷卡，他小孩子不刷卡，对。
Hello 夜空 Sky， Hello Fly， 谢谢欢迎再次的掌声鼓励。晚安夜空 Sky， 谢谢瑞龙的看好你哦。问题01，一般拼图都拼超久，纯白会拼到腻吧？哎，谢谢勇哥告白气球。我觉得纯白，林雨欣不是会拼拼图的人哦，是吧？他是会拼的吧？对啊。林雨欣，不会自己问他、喔？哎，林雨欣，你是会拼？谢谢夜空 Sky 的小浪花。哎，林雨欣，你会拼拼图吗？林雨欣，你拼过最大片的是？确定他还在呢哦。谢谢一凯，谢谢 Fly 稳手里 ，Hello 西西 ，Hello 星宇，谢谢谢谢志宏，志宏的稳，志宏的稳手里。哎、欸，如果我加入 SSKR 要选什么字？SSKR 超长。Hello 莫涵 ，Hello Frank 玩 ，Hello 阿春。他昨天就在组垒球，林雨欣要进来哦，是显迷奇。哎、欸，找你、啊。Hello 大眼糖 ，Hello 班长。好，我等一下给你。你要走了吗？还没。Hello Hello Ray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可是他的那个衣的，他要给你借那个衣服的，嗯，那个有一片领子是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、啊，Hello， 小吊带，对对对对对。哎、欸，他哎，呜呜呜呜 ，Hello 洛克，谢谢 Hello 小雨 ，Hello 班长 ，Hello 西西晚安 ，Skirts 是不是 ？SKS 晚安晚安 ，Hello 包子 ，Hello 没有，谢谢一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？晚超痛啊、哦！超难过。Hello 衣柜，应该没在怕胖。哎呦，过年就是要胖啊！我今天看一个新闻，就是你靠近了 Ray， 不能做人要有原则，做人要有原则，不要氪金，要努力靠自己，要努力靠自己的能力。嗯，养肝跟什么？嗯，不是他不嗯。它是每一间饭店会有不同的主题，然后就到不同的地区，所以会有不同的料理跟不同的要做的事情不太一样。对 ，Hello 小许大叔，好久不见，胖了也很可爱，谢谢流星麻将。Hello 落水，不能氪金啊，你要有耐心。像我一度遇到一个超级大的难关，就是我的钻石没了，可是我那一关就是要赚到一定的钱嘛。然后你们知道赚到一定的钱，就是我那时候已经试了很多次，我都没有失误，然后我什么都已经做到最好了，结果我还是赚不到那个钱，就代表我的设备一定要升级。可是我没有钻石可以升级，然后我那时候就这么想说，哎，怎么办？我没有办法，我这样。卡关了，二月升学不买了，谢谢小薰，小薰，小薰，选择你想要比较想要的产品就可以了。对 ，Hello 保温瓶 ，Hello 威凯，熊大上菜没有 Emma Lu， 我没有玩过熊大上菜，然后我因为他那个游戏可以看免费看影广告可以拿免费钻石嘛，然后我就一颗一颗慢慢拿，我那时候只有个位数的钻石。然后我好像要集到20几颗以上，然后我就觉得路途怎么这么遥远，然后奇迹就发生了。我跟你们说，就是突然间这个游戏跳出来说这个游戏要更新，于是我就更新了。然后呢，更新的时候呢，我点进页面，他就说感谢你还有回继续玩这个游戏，感谢你继续支持，在这边为你送上无限爱心30分钟以及7颗钻石。哇塞，这个就是这个更新来的太棒了，来的正是时候。然后我就突然间就有10几颗钻石，然后我就距离我要升级的那个东西没有多远，然后我就再努力一下，后来我就升级成功了。对，
官网还没填，志宏填我，志宏填我，填我，填我的握手券。氪金也是实力的一种，是啊，是没错。我其实是我觉得是氪金也是很重要的，毕竟游戏有人氪金，游戏才会赚钱，游戏才会越来越好。感谢你们的氪金，让我们有游戏可以玩。因为感谢你们，让我们有游戏玩，谢谢。Hello， 家居，偶像的小确幸，对，偶像小确幸。晚安，家居。我的手中握着握着思念的感动。Hello， 牙叔。Hello X， 所以那个 Rain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啊，可是你才刚下载，它现在一定是最新版本，所以你不会遇到这个问题，有点可惜，有点可惜。对，还在想要不要买？你说买钻石吗？我觉得可以先不用哎、欸。感谢小白让我有下饭，谢谢，没有，要感谢很多很多人，感谢大家，每个人都要感谢。对，氪金极钻石交易瞬间，真的，这就是氪金的爽。哎、欸，其实我觉得。有时候看那个钻石也不贵啦，就是三十几块，就一杯饮料而已。对，我只去到第三间，我现在已经在第五间了，我已经坐飞机去别的地方了，我现在在第五间。对，让我们有偶像可以放。谢谢楚云丹 ，Hello 阿信 ，Hello Jeff，Hello 益生菌。新手包我已经没有办法买新手包了，嗯。我来看一下我的那个，给你们看看我现在的页面。我现在的页面可是豪华大饭店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给你们看一下内装。你看，我现在的饭店是有电扶梯的，你们看到电扶梯，而且。我的饭店还会开那个，还会开演唱会，超强！就是女服务生要去接，女服务生要去那个安排来宾，然后来宾就会在演唱。对，很大间吧？想不到吧？你们现在在第五间，嗯。而且我现在钻石有81颗，这是什么游戏？这是一个旅馆游戏，叫做 Hotel。Grand Hotel Mania， 对，对，你要去。然后，我现在是坐飞机。然后你知道他们超，不是他超机车，就是他超聪明的，就是他到下一个，就是你玩完前四关嘛。然后我那时候一直很担心，我玩到第四关之后，这个游戏就没了。然后我发现，哎，要坐飞机耶，然后就要坐飞机，然后我就坐飞机去，然后就发现。坐飞机之后，这个后面这四个世界用的金币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现在的钱归零哎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我上一个关卡的那个金币，我已经有个十百千万个十百千万是，我有14万块，然后我现在来这边，我才2300块哎，超级穷哎，真的很穷，已经变海外投资，对，我们现在已经坐飞机了，对。哎，我很期待耶！接下来的主题有皇家花，还有珍珠天鹅跟旋律微风，然后还有下一个耶，所以代表还哦，哎，新关卡即将推出，是不是没了？只剩这四个了，其实就可以玩很久。对，这游戏真的不错，这游戏真的不错啊，没骗大家好不好？这游戏真的，我觉得是可以训练头脑。对，这个饭店不能攻击啊！这饭店不能攻击，这饭店是很 peace 的游戏，我们不攻击，不攻击。嗨，我来给瑞看一下第四关的饭店长什么样子好了，因为瑞还在天堂湾第三关而已。你看哦，第三关的，等一下我先领一下钱啊。第三关的游戏是雪山，它在雪山里面，是不是很可爱？手机没空间，喂，把我影片删了，先存到云端。是雪山饭店，你看里面超温馨的哦，哒啦，还有壁炉，就是开启暖炉。然后那个，我跟你说，它做的很精美哦，就是我氪金玩家，我是客家玩家。这个游戏会跟其他玩家有互动吗？不会，没有互动。这个游戏没什么互动，这个游戏完全就是自己玩的开心。对，然后
就是冰冻的客人就会在这里嘛，他们就会坐在这里等你，然后女生就要去启动壁炉，然后她启动壁炉之后，这边就会开始亮起来，这边就会有光，就是她做的很温馨。我没有业配，我这是真心诚意的推荐，真诚的推荐。对，我想也是客家，没有，是努力型玩家，努力型玩家，对，超 Q 的欸，反正就是。我蛮喜，因为我喜欢玩这种经营类的游戏，所以，对啊，没接游戏业配太可惜。希望这个 Grand Hotel Mania 可以看到我今天的业配，谢谢楚雄的新年快乐。反正我觉得蛮好玩，你们过年现在立刻玩，哎、欸，不行，你要看直播，我边看直播，哎、欸，可是这游戏真的没办法分心。这是什么游戏？这是 Grand Hotel Mania， 对。Hello Ming， Hello 一姐，这个游戏是没有办法分心的，真的没办法分心。我在玩的时候完全没办法讲，就是跟别人讲话就会按错，就很容易按错，所以这游戏要很专心的玩。每天登录，你每天都有登录的话，你就有免费钻石可以拿，所以大家记得每天都要进入这个页面，就可以拿到免费钻石。对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好想给你们看，就是，可是我没办法给你们看，就是因为我一定要玩才会有这个东西。就是我这一关呢、啊，会客人会开车进来，他会坐车进来，然后这个服务生要下去这边趴车，然后他会把车开进地下道里面，就是这里有个停车栅栏，他会打开，然后你要把车开进去，很酷哎、欸，我觉得超酷哎、欸，就是我觉得。我觉得他设计的很棒，对，加好友吗？这个没有，这个有没有加好友都没差，这个是一个完全可以自己玩的游戏。对，我感觉玩这个好累，这个是有一点耗头脑，就是它是一个有点耗头脑。不行啊，我现在就是有一点，我现在的设备，因为我现在钱很少，我现在很穷，所以我的设备有点不足，然后我就是很容易卡关，我现在很容易卡关。谢谢落日一笑笑的小浪花，谢谢醉哥的真情告白，谢谢醉哥的真情告白。Hello 透露讲 ，Hello 酷美，我觉得大过年不是会有比较多这种闲暇时间吗？就可以玩。我刚刚推荐给他们，他们几乎都没有什么兴趣，对他们没啥兴趣。那个刘晓晴说，他觉得玩这个太忙了，他脑袋会负荷不了，所以他没有想要玩。对 ，Hello 嘴哥 ，Hello 酷美 ，Hello 阿星 ，Hello 波哥 ，Hello 丁毛。过年要上班，好吧，那上班的话就好好上班。对，真的很像工商，不是啦，我只是真心推荐，我只是想要推荐你们推荐。我只是想要美女餐厅，我也超喜欢。我有一阵子也沉迷在美女餐厅里面，对。后来就因为美女餐厅，它就是我觉得它跟饭店比的，跟旅馆比的话，它可以变化的东西可能比较少，就是它可能就是菜色的变化而已。然后可是餐厅还有很多事，旅馆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嘛，就是什么壁炉啊，然后就是趴车啊这种，我都觉得很酷。说的我都想玩，你们去玩玩看，搞不好你们会喜欢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这个真的没骗你们，就是等一下啊、哦，我先播歌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游戏在那个 App Store 上面真的评分很高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对不对？这几天超过谁？休想这几天超过我。开始接游戏也陪，好，希望他可以来找我。对 ，Hello 果冻九号。这游戏在 App Store 真的是很高，我看一下是51 51 60 70 到100，我看一下多少。哎，不行，不要，你怎么样都追不上我，所以你不要拿来氪金了，你要氪我好不好？氪我好吗？氪我，等一下我看一下这游戏的。你看他有 4.8 分， 4.8 分高不高？你们说 4.8 分手游鼓手。好，你可以删一点不一样的影片跟照片啦。对，
没关系，谢谢小杨的幸运细草。Hello 志祥 ，Hello 心仪 ，Hello 水水，四点八分很高吧？我觉得四点八分算是很高哎、欸。多少五星的评论是广告？多少五星的评论是广告？我看一下哦。下面写画面很优，然后很好玩的游戏，嗯，很棒的游戏，有闪退啊，我都没有过遇到闪退的问题。谢谢智的告白气球，谢谢智的告白气球。Already finish all level， 这个人已经破完了，希望赶快更新，希望更新的快一点。嗯，他说已经准备好要更新了哦，九月四号的时候说的。嗯，希望你可以享受这个游戏这样子。嗯，有1200多个评分呢，是不是很高？有人玩到破完，有啊，有人说他已经破完全部了，希望可以赶快更新。对，有一个人说升级等级设定要求的金额跟钻石太高，他常常卡关，好好笑、哦。Hello 西恩，没有，我只是真心的想推荐好玩的游戏给你们。对。欸，我觉得好像是我好像比较幸运哦，因为很多人都一直问说什么时候更新，已经破关很久了。对啊，然后我现在刚好有新的关卡可以玩呢。希望可以一直推出新的饭店。希望新关卡可以赶快开放。请问何时会再更新呢？已经打到最新关卡了，大家都想要等更新。游戏要升级太困难了，搞不好是你不太不会玩。对，会突然闪退，我都没遇到闪退的问题。好了，反正大家去玩玩看就好，不是我留言啦。Fine Out 我也玩完了，对啊 ，Fine Out 也没有出新关卡，所以。我也没办法玩它，其实我蛮喜欢 Find Out 的，只是因为它出新关卡，就是因为毕竟它每一关可能都要做蛮久的，所以它一直没有出新关卡的。Hello 博晨 ，Hello 阿拉德，是这样念吗？阿拉德 ，diss 人家版我没有，我是说可能是你，看广告看的不够勤，像我就是看广告看很勤，对对对。没有没有 diss 啦，没有。游戏是不是你经营副业？不是，其实我有投资。没有，怎么可能投资到游戏了？是不是？谢谢杨公公的 love。没有，真的没有插手这个游戏。我真的只是觉得，哎，难得有我觉得还不错的这个游戏，就推荐给大家的。因为刚好有人问我最近有什么推荐的游戏啊？对啊。而且它有很多种语言哦，它还有葡萄牙文、西班牙文，还有日文，你们可以练习日文，用这个玩。虽然好像也不会用到什么语言啦，对。嗯哼哼，天天看，对啊，我也是天天看广告。我不是，会不会粉丝都通关？不会啊，我起码我觉得，如果我没有遇到卡关的问题的话。我起码会玩到最后第四关，怎么样？找到了吗？没有。喂，你自己去找。我今天有带回来啊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哎、欸，口红掉了。搞死自己学员？没有，就是希望玩游戏的同时还可以学习啊。对。寓教于乐。Hello 阿冠，停留在这片落叶被风化。你下礼拜可以追上我，你氪金，你氪金，你走捷径，那不一样啊！我没氪金，我没走捷径，我是对，但是还是感谢你氪金，对，
但你也要多课，也要不要课了少课我，也不是说什么，也多课我多课我，对。石原的声音怎么好像变低沉？他本来就蛮低沉的，只是你可能对他有一些美好想象的。就让我留在轮回的边缘，等一道光线，看见梦。对，林果，我们这时候就是要抱持着这种感恩的心态。谢谢谢谢，让我们有游戏玩。对，带走你的那瞬间，成为我们的纪念。有些要氪金，其实大部分游戏还是希望你氪金吧，因为氪金它才会有钱赚啊，对吧？我喝水好像蛮丑的，谢谢大家让我下班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让我的工作怎么样？我拿水，好啦，水啦，你再去找一下啦，你等一下下。Hello， 齐月，把沉淀停留在这片落叶，被风化的雪，埋藏在千年。以前感觉厂商要来了，厂商感觉是往哪个国家，要去怎么哪里看他的开发者是哪里的，怎么看他的开发供应商是 DC Game PUB， 类别竟然是冒险呢，明明就是经营，明明就是经营，怎么会是冒险呢？留在轮回的边缘，到底怎么看他是哪个国家的？不用麦克风比较喜欢，对啊，他应该是美国的吧？我在想，曾经错过的语言 ，Dress Up， 我其实蛮想玩他们公司其他游戏的，感觉应该也会很好玩。对，声音又变高了，这个又可以更新嘞，又可以更新了。立刻来更新，立刻按更新，希望他这次也会送我钻石。怎么一天到晚在更新，又可以更新了，期待哦，期待期待。排行榜第游戏排行榜第一名竟然是 Coin Master， 所以 Dress Up 我其实蛮想玩他。 Jennifer 罗培芝，看见某年某月，我们之间曾经说过的语言，就让它带走你的那瞬间，成为我们的纪念。谁能发现我的世界？我有更新的，你更新了没有？钻石？可能你还没玩很久，所以他没有给你钻石。搞不好我玩够久，所以他会给我钻石。对，我没有更新强迫症，奇遇是因为他那个上次我更新之后，他有送我钻石，这样，所以我期待我这个更新的时候。我在想，你们有人是会写游戏程式的吗？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个游戏这种东西，他会记录吗？就是怎么讲呢，就是如果你卡关卡太久，就是你同一个关卡玩太多次，然后你都破不了，它会降低那个关卡，它会自动降低那个关卡的难度吗？因为如果一个人他同一个关卡玩太久，他过不了，其实他久了就会想不想玩。有红包，谢谢益生菌发红包咯，谢谢益生菌，谢谢益生菌发红包，卡太久，不会哦，会让我氪金，所以我太天真了，我以为游戏会有这种设置，就是，怎么讲，就是它会有一个自动设置，就是比如说如果你玩超过20次，它就会降低。理论上可以，但是很少公司哦，因为就你就花钱就好，可是这样很容易啊。可是因为我破不了关，我还不愿意花钱的话，就代表我是个
没办法赚钱的客人这样。哦，所以其实他也不会想要留我。对，这个游戏的 TO 就很，游戏公司设定 TO 就很重要。你到底想要哪一群？对，到底是要很多人玩呢，还是氪金玩家为主？这就蛮，哇，其实游戏公司也是蛮复杂的。对，炎耀的黑才能够有你的体贴。其实没有游戏公司，其实也要想的东西也蛮多的，不好做。对，游戏公，而且游戏公司游戏的竞争力也是蛮高的。对 ，Hello， 奇二口手游，对手游，可是我觉得手游其实广告也是蛮重要的收入吧。谢谢主心当的告白气球，谢谢主心当的告白气球。在俄罗斯，原来是俄罗斯的公司，那应该是没办法看到我的直播了。我连俄罗斯文都不会说，但奖励会变少哦。是有可以这个烂网路，对啊，刚刚有一点烂，现在还好，对。你看我连俄罗斯话都不会说，这个游戏厂商肯定不会看到我今天精彩的那个。手游汰换率很高，对，奇威，我觉得手游就是这样，因为手游其实每天感觉都一直有人在出新的手游。你看像之前也很流行那个 Angry Bird 啦、啊、然后还有什么 Candy Crush， 然后现在换 Coin Master， 就是好像都一阵一阵的。对，要了耶，要了，我能让你更想念，雨要多大，我真的觉得好玩，是不是 Ray？ 听我的准没错啊，是不是听我的准没错？怎么讲啊，这个谁会讲？哇， Oko 会讲俄罗斯话，也太厉害了吧太强了吧。 Desu 这怎么念啊，这是俄罗斯话是不是？耶、被爱的人不用道歉。Hello, Mohan。年雨要多大？怎样的夜？哪里都想念。雨要多大？完全是广告打出来。可是这个也很厉害啊，就是，可是光靠他打广告就可以变成这样，代表他广告打得很好。对，有点手忙脚乱，是不是飞镖？是不是训练脑力？训练脑力，坤坤为此而来，你为什么而来？空巴哇奥讲，对啊，俄罗斯人应该是不会找我代言，对，谢谢瑞，我觉得，可是我觉得可以训练脑力，飞镖，我觉得这可以训练脑力，嗯 ，well right 的意思啊，怎么念啊？但是广告还找来珍妮佛，所以他有下重本啊，所以他其实是有下重本，对。氪 TP 比较好，嘿嘿，谢谢。对啊，而且我们还不会卡关哦，我们不会卡关这，没有卡关这件事。Hello， 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的 love。怎么大家都会说俄罗斯话？俄罗斯话明明感觉就超难的。比 Fine Out 更好 ，Fine Out 就比较容易没耐性。就是我自己觉得 Fine Out 找不到的话，你就会没有耐性，然后你就会想要看解答，对。很多人在玩 Coin Master， 对啊，现在很多人在玩 Coin Master。我觉得 Coin Master 强的是他可以跟朋友互动吧，就是你可以攻击朋友的村庄，对啊，就比较可以感觉有朋友，这样很像哈拉秀，哈拉秀。一笑如含苞待放，我就超难的，互相伤害，对啊，够熟才敢攻击村庄嘛，对不对？玩下开心农场，对，之前开心农场也很红，对。哎，都只玩这个游戏，这类游戏不是老人家在玩的吧？这个游戏很耗脑哎。支持
定我，谢谢相聚。我在等你。你说朋友会真的走心吗？搞不好哦，搞不好朋友会走心哦。小心大家，小心大家不要攻击的太夸张哦，会走心。对。收到我的生写真的，圣诞节快乐！虽然过年了，还是跟大家说声圣诞节快乐。哎，那你们有人抽到圣诞节的纸笔吗？像圣诞节纸笔，好奇有没有人抽到？像吃鸡的我就不行，吃鸡我也没有，我也没玩过，不太玩过。对 ，Coin Master 呗，你说谁可以攻击最多村庄吗？看他梗图，对啊，被打到走心，感觉就会有这个情况。对，谢谢冠德的小浪花，希望我能抽中，希望你们有人可以抽中。对，天青色等云，而我在等你，月月亮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你是我满流烦恼的飘逸。传说我也没打过传说，之前有一阵子超级流行那个、啊、神魔之塔，快乐。哎，那要怎么玩，你知道吗？你们有人会玩神魔之塔吗？我到现在还，我曾经就是一度好奇到底要怎么玩啊，然后呢，我就有去下载下来玩，但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玩，就我领会不了，领悟不了，对，可能我不太适合那种游戏，对。Hello， 微信一直 ，Hello 西安 ，Hello 豆皮科技，转租到什么？你怎么不太懂啊？是怎样？你转租，然后呢？你要攻击那个大魔王吗？消珠子游戏，哦，就是消珠子游戏哦。我一直在想说，前面那个魔王，前面那个东西是要干嘛？对，转到三个人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需要练习那前面的那个不是要攻击一个怪物吗？是怎样？你转到比较越多颗，你的攻击力就越强，这样子吗 ？Hello， 透露奖，玩到现在老屁股，那小莲也是蛮有毅力的哦。三个一样就能攻击敌人啊、哦！抽到好卡一定要在厕所抽，那时候超流行的、啊，那时候还有说什么神魔女将什么的，那时候超级神魔之塔超级厉害。所有人都在玩神魔之塔，嗯，请朋友帮忙刷，要记队伍哦。那是不是那个是什么红什么水克火什么之类的吗？火水相就是火跟水怎样？水就是它如果是水的话，你就要用；那它如果是火的话，就要用水的。玩明星三缺一吗？没有，我最近都没有玩明星三缺一。对，但是我还没有卸载啊。对，还没卸载。手转神还是手转？啊！游戏公司要倒闭，真的假的？曾经风光一时这样。氪会伤害加成，我知道很多游戏都用这个概念啊，很多游戏都是这个概念。我觉得这个概念有点难记得。对。什么游戏都挑战一轮吗？也没有欸，我有时候只是好奇为什么他这么多人玩，然后我会去下载来玩玩看。可是如果我没兴趣的话，我马上就会不玩。对，就是我很容易那个，就是我喜好很明显吧，我有兴趣的我才会继续玩。玩游戏不是不超过三个月？有吧？像我之前有玩那个、啊《西飞传》，大家知道吗？我有玩《西飞传》。而且我玩到后来还氪金了，但没办法，因为西飞传的魅力就是我想要那个衣服，啊，要那个衣服真的没办法，真的要氪金，所以我就氪金了。结果后来我也玩一阵子就不玩了，对啊。马里奥赛车，哎、欸，对，有一阵子我也超疯马里奥赛车的、欸，咖啡香，现在比较少打开了，对。马里奥赛车我有阵子也超级疯狂哎、欸。每天都会打开马里奥赛车，现在的话马里奥赛车之前那个记忆体不足已经被我删掉了，
Sorry。Hello。我氪金是为了拿衣服啦，对。新年快乐，谢谢勇哥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祝你身体健康。Hello， 杜武。那你们还有在玩咖啡枪吗？最近千机好像出了一个很厉害的那个卡哦。谢谢柠檬的爆竹。其实我觉得咖啡枪也算好玩，我玩咖啡枪也玩过一阵子啊。对，玩咖啡枪也玩过一阵子。对。咖啡枪真的算好玩，对。Hello， 思源，如果我氪游戏，那你不可以氪游戏，不可以氪游戏。对，这次千机超香。对呀、啊，这次千机的衣服很厉害哦。当你下班的夜去，纪念我死去的爱情。Hello， 亚树。Hello， 钢铁韩粉。Hello， 安德鲁。后面太难，的确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因为后面有些关真的是打不过，就是我刚刚讲的问题啊，你花太多次打关打不过，你就会想放弃，不然你就是一定要氪金，不行，乃木链听起来就很好玩啊，乃木链 AI 游戏，温泉对，温泉主题感觉超，哎，真的那张卡感觉超美，我有看。看到很漂亮，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？哎，就是都是周杰伦的歌，你是菜鸡新粉？嗯，那应该是有点难看到，对 ，TP 恋。可能要游戏公司愿意帮我们出这样，不然感觉要是开发一个游戏实在太难了。对，要开发一个游戏需要很高超的技术吧。听一些厉害的古风歌曲。TP 的感觉就超级难哦，不是，应该是说我觉得游戏是很难开发的东西，游戏感觉就是一个很难。重点是资金，原来如此，谢谢 Red 的小浪花，专攻小迪，感觉跟小迪谈恋爱就蛮幸福的。女朋友戏。Hello 龙骑士 ，Hello 杜吴。哎、欸，大家今天就放假了，那大家今天回家了吗？还是还没？你每天大概玩多久？我会先玩到我爱心没了、欸，如果我没有卡关，我会一直玩下去，但也要看我有没有空，有时候不一定有空。对，我自己是哪种戏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感觉是朋友戏吗？我头发怎么那么乱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怎么头发那么乱？大家今天回家了吗？还没吧？感觉明天会很塞车哎、欸，有没有？不洗头戏哎。欸我有洗，哥们洗，我感觉是灵魂伴侣戏，灵魂伴侣。Oko 不回家 ，Oko 不回家 ，Oko 那 Oko 要自己一个人待在家，明天还要上班看直播啊！对，我明天是中午。再要讲一个很好笑的故事，就是呢，我那时候排的时候，我一直以为十号是除夕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一直想说，哎、欸，那我除夕我来开个早上，然后晚上就要回家团圆了嘛。结果没想到这个
那个十一号才是除夕，我误会了。对，你要知道我肚子饿了，原来是要知道你肚子饿了。好、哦，我会记得，我会记得。有老家要回也是有啊，我爸妈的家。对呀、啊，你们知道，因为你打开行事历嘛，然后就看到哦，十号开始放假啊，那你就说啊，那应该十号就是除夕，大部分都是这样子。结果后来我才发现，什么？原来除夕是十一号，对。不会啊，其实还好吧，反正就是早上播一下，然后跟大家一起过一下除夕，然后晚上再回去我爸爸的娘，不是我爸爸，我爸爸的。老家，对，对啊，我忘记了 ，Mina 也是，我怎么会跟 Mina 犯一样的错误呢？真是荣幸，太荣幸了，跟 Mina 犯一样的错误，太棒了。Hello， 于哲，明天上班？对啊，明天感觉会有很多车子哦。日常学习很好看，真的吗？赞哦，谢谢。我今天妆算蛮淡的，对。没有，我没有说那个啊，我是说哦，真的很荣幸。对，先去玩游戏。阿信要玩什么游戏？是玩我刚刚推荐的游戏吗？阿信也要掉入我推荐的旅馆游戏里了吗？阿信，你的影子看不到，除了我孤单。谢谢玉的许愿瓶。你初几才直播？你玩煮过头？哎，煮过头也有手游哦。Hello， 二一大叔，我初几直播？初几？可能初六、初七吧。初六或初七会直播，对，对，对，初六或初七，对。OK， 要不要去玩一下旅馆游戏？反正 OKO 没有要回家的话，可以玩旅馆游戏消磨一下时间哦。动森，对，动森之前也超级流行，我玩了哦。你用 Switch， 原来如此，我是没有 Switch 的人。Hello， 学明，煮过头感觉用 Switch 玩很好玩的，因为有那个画面是立体的。对，已经开始塞了，那你们要赶快动森了。动身，对，红包决定好像给爸爸妈妈，好，还没想到这里耶，还没想到这问题有点太复杂。Hello， 鳄鱼，妹妹那不是有，妹妹有啊，就妹妹的、啊，妹妹在玩啊，啊，她的账号我也不好意思给她拿，啊，我刚买一台 Switch， 我其实觉得我还好耶 ，Switch， 因为一台也是不便宜啊，对。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玩，因为一台不便宜。对，这游戏太忙，是不是 Ricky？ 哎，我的粉丝都已经入坑我推荐的游戏，其实蛮开心的。你们想一下哦，你们想哦，当你们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我其实也在玩这个游戏，但我们一起玩这个游戏，不觉得很酷吗？酷！外面的人很多，你说外面路上的人很多吗？还是说我家这里很多人？一台摆在身上，为什么你要买两台 Switch 啊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之前 Switch 不是有出那个小台的吗？比较小台，我那时候有一度考虑要不要买，因为感觉小台的你比较方便出门带着它玩，对，感觉比较可以消磨时间。可是后来我还是觉得它就是还是蛮贵的。我们家哦，对，我们家今天比较多人，对。不可以退 DP 啦，要记得是谁推荐给你的游戏，不可以忘恩负义，不能忘恩负义。能不能否定，在我心中写满你的名。都来烦我，你们不能忘恩负义哦。所以志宏就是直接拿一台说啊 ，take it on， take it on 这样子，帅。不能，你们不能忘恩负义。你们要想一下是谁介绍你们的游戏，介绍游戏给你们。的差距，如果是我说的游戏是什么名字？是 Grand Hotel Mania Mania Mania， 随便啦。对，
我是不是应该设一个置顶？我推荐的游戏叫做，因为感觉大家都被我讲到很想玩，有没有？Hello 米米，我是觉得不要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觉得不要买？为什么？你觉得不好用是不是？谢谢龙骑士小浪花。对呀、啊，该付广告费了吧？可是是俄罗斯、欸，俄罗斯话有一点不好，不知道怎么讲。对，你们不能忘恩负义哦，这样我会伤心哦，我会伤心难过。没有，我只是想说你们过年感觉就是有些时候可能没什么事情做，可以玩玩看。对，哎、欸，千万不可以氪金哦，我们要一步一步来，靠自己好不好？要靠自己好不好？一步一脚印好不好？轻松着 ，Hello 七七八八 ，Hello 小猪耳朵。想你，想想你，只是恶作剧。你是我最难解的一道谜。哦，不能接电视。哦，因为这样不就不能大家一起打了？啊，那也是蛮有道理的，对。看下直播的重播，不要看我直播的重播，什么意思？过一个年后的全破，其实有可能啊，因为大家感觉过年的时候应该可以有很多事情做。年夜饭就来宰，对啊，叫什么名字？叫做 Grand Hotel Mania， Grand Hotel Mania， 对，不下吕布，不下吕布，吕布超忠诚的哎，吕布很忠诚吧？Hello， 小四，今天开十二点吧？今天开始吧？有，今天开始十二点二十几分吧？对，不也不能超过太，也不能，也不好意思太晚。对啊，不要太晚。虽然说，因为刚刚有跳掉，所以但是也不能太晚。对啊，吕布不是蛮忠诚的吗？我换好几个爸爸。欸，可是我一直以为吕布蛮忠诚的，因为我玩三国无双的时候，我觉得吕布是个蛮厉害的角色，所以我一直以为他很忠诚。对吼，他换很多，他只要有人招揽他，他就去过去吼，给他赤兔马。欸，对吼，好吧，那你们千万不可以变成吕布。但放心，我是貂蝉，对，厉害不代表忠诚，也是吼。我在说是什么游戏？你说三国无双吗？还是我刚刚说的旅馆游戏？旅馆游戏是 Grand Hotel， 然后 M A N I A， 对。貂蝉是阿布，阿布是一种貂蝉，那我们是另一种貂，我是另一种貂蝉，是不同种的貂蝉，对。眼睛好一点了吗？眼睛好一点点了，对，常常换对成，大家千万不要学吕布啊！大乔、小乔，哎、欸，我们那时候玩三国无双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大乔、小乔好像他被他画的比较漂亮、欸，哎，就是对比那个貂蝉，因为我记得那时候的貂蝉他给他设计一个很奇怪的武器，对，你们有印象吗？你们有玩过吗？我记得那时候貂蝉有个很奇怪的武器还是什么，还是衣服，所以他衣服没有那么好看。不是本来就很好看，可是人家还是说那个貂蝉比较漂亮吧，就是要说比较漂亮应该是貂蝉。像打火古旺，对。但还是蛮美，但是我觉得他的武器超级奇怪，就是他武器感觉就超级不厉害、欸，不懂那个武器。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觉得大乔、小乔画的比较漂亮，对。哦，你就骑上赤兔马，然后你就开始一直躲，一直躲，就是一直躲吕布。可是因为要赢有不是有很多种方法嘛？就是有一种是把士气
士气的方法，好不好？晚安，伟霆。消息打小兵，对啊，打小兵急无双，反正打小兵士气也会减弱，对，对，刚刚打，哎、欸，没有，先打小兵，然后集满无双，然后再去骑着马去找吕布，然后再开无双，开完无双之后再赶快逃走，然后再去旁边练无双，因为哥哥哪有帮忙我，我忘记了，没有吧？可能哥哥可能有提点我吧。但是我觉得，我记得是我自己想的吧，我忘记了啊。我没有用诸葛亮，我记得诸葛亮的武器很奇怪、欸，好像是什么扇子，是不是？我记得诸葛亮的武器很怪，所以我就没有用诸葛亮。我都用谁？我想一下，赵云吧。对啊，大家都会用赵云吧？一开始，你们大家应该说，哦，没有，我。其实我也不会用女生，我也不会用女角，因为我觉得女角就是虽然我喜欢，就是虽然是喜欢，可是就是生就是就一开始就比人家哦，夏侯惇也很好用，对，突然间很怀念，有没有？哎，现在还有人在玩三国无双吗？玩着玩着，爱情的定义，奇迹会发生也不一定。现在还有人在玩吗？有雷射光，真的假的？你说诸葛亮会射雷射这么强？没有人了解。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发现可以骑马的时候超兴奋，就是我就哇塞、欸、太强了吧，竟然可以骑马，哎、欸，什么意思？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很爱骑马，对。可是后来发现骑马就一直打不到小兵，其实就骑马就没办法近距离攻击，所以我后来就是可能有一段路要走的时候我才会骑马，对。爱情的勇气你给的错句，我抓那么多代吗？后面我也不太知道了。我那时候玩的是第几代、啊？是 PSP 版的，好怀念哦。没有，因为我那时候我们买 PSP 的时候，我买的第一个游戏片就是《三国无双》跟《战国无双》，然后还有开车，所以开车的游戏，然后就赛车比赛，然后呢，所以刚开始玩的时候就想说，哇塞，可以骑马，就是我刚接触这个游戏的世界，而且我那时候就觉得，就是那时候 PSP 很画面是很厉害的，就是。我觉得 PSP 的画面真的超厉害，就是画面很精致，对，就是 PSP， 我觉得 PSP 是一个蛮厉害的东西，而且 PSP 做的很有质感，对啊，我觉得 PSP 很棒啊，可是现在就不流行了，是吗？现在不流行 PSP。晚安文相 ，PSP 可以玩盗版，我那时候没有这个技术啊。对啊，PSP 我第一个买的游戏是三国无双跟战国无双。谢谢小白的浪 life 应援团，谢谢小白的浪 life 应援团。现在背手，对啊，因为它太大台了吧？对，就没有了，没有，我家里还有啦，只是开不了机而已。我有留着那个原始的机器，可是开不了机，就是机器我有留着。那是我小时候一部分的回忆，对。数学课本贴电池膨胀啊，我的电池还在吗？我已经有点忘记了。PSP 太小是吗？应该是说它可能就是要大不大，要小不小。吕布最终成，只是我印象中的吕布，印象中的吕布，就是印象中吕布很好用的一个角色，所以对我来说感觉很忠诚这样子。以上不代表真实的吕布，对。
对啊 ，PSP 真的很棒，我觉得 PSP 很棒，而且 PSP 玩赛车也玩的超喜欢。我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些赛道，就是它有一些赛道超漂亮，就是有一些赛车道是晚上，然后它就会有那个街景啊，然后就是它的画风就画得很好看。对，谢谢三的我来签到，一代传奇。对啊 ，PSP 真的是我们这年代的很重要的回忆。对，执着。爸妈送给你们的吗？对，我记得那时候是爸妈送给我们的。小时候，对，小时候买给我们。对，那时候 PS， 我家有 PS， 我家那时候有第一个 P， 就是 PS One 吗？是这样讲吗 ？PS One， 哇，那时候真的放假都在玩那个哎，对，然后之后有很多游戏可以玩。那个啊，那个九九，他叫九九吗？对啊，是不同公司，一个是 Sony 的。我永远只是你的年代是 Switch， 什么？你年代是 Switch 吗？我觉得我不相信。Hello KSK 三，前身是 Wii 哦， oh， 对啊，任天堂。谢谢 Akira 的掌声鼓励。反正我没有玩过 Switch， 对 ，PS 五。生日快乐！你几岁啊？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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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日快乐！两间不同的公司，哎，我没有说他们有关系啊，我没有说 Switch 跟 PS 有关系啊，我刚刚没有讲他们有关系吧？对啊，哥哥有自己的 PSP 吗？哥哥那时候没有 PSP， 哥哥那时候，哎，爸妈就说一起用啊，就是公家用，就是大家一起玩，所以那时候哥哥没有自己的 PSP， 哥哥都玩别的吧。PS， 他玩什么 ？PS， 那时候 P 他玩别的，对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三，生日。生日有我陪伴你度过。他都玩什么？你说 PS 吗？很多啊，就是什么赛车游戏嘛，然后还有九九嘛，然后还有那个代狼吗？我有点忘记他叫什么名字，然后。还有那个音速小子，哎，是吗？还是我记错了？其实有点忘记了，因为有点模糊，有点我印象有点模糊。Hello， 定璇，我印象已经有点模糊，我只记得那个就是九九，对，是代狼吗？我不知道，有点忘记了。反正那个蛮好玩的，对。我不忘记有没有音速小子，有点记忆中混杂在一起了，已经不知道。然后后来 Wii 就出了嘛，然后 Wii 就后来 Wii 就出那个，因为 Wii 可以用遥控器控制嘛。后来我们就玩，我们家就开始玩 Wii， 对。然后 Wii 的话都玩什么游戏 ？Wii 的话最喜欢玩的是那个 MLB， 就是打棒球的。还有那个 Cooking 妈妈，还有打网球的，对。然后其他就比较没有印象，对。比较常玩的游戏是，因为其实游戏片也是很贵啊，对。比较常玩的游戏是这样。安德鲁猜对了，一 P 二 P， 一定要当一 P 的呗，想每次都觉得一 P 比较厉害这样。保龄球啊，就是 Wii 不是有出那个运动吗？啊，我那时候也很喜欢玩一个溜冰，对，溜冰花式溜冰 ，Wii 的花式溜冰我也很喜欢玩，对。放任了爱我的话你不说，爱我的事你不做，甜言蜜语当作你爱我的借口，等到天亮后。
没有歌词，换一个。溜冰很好玩，对呀、啊。Hello， 小风仔。把失守的寂寞放任了。谢谢林果的大佬喝茶。谢谢林果的好。哎，现在小孩应该就不会玩 Wii， 应该就都玩 Switch。这个游戏机的年代，游戏机的推陈出新也是很快的。对，晚安小风仔。你知道打棒球就很容易那个挥空，然后你挥到的感觉，如果你挥棒有挥到，就觉得哇好开心，就你会有那个碰的感觉，敲到的感觉，就会觉得哇，很就是有点有参与，有打棒球，对，有打到，对。明天还要上班，辛苦了 ，Fly， 上班加油，最后一天了，除夕应该就可以放假，对。都有盗版游戏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都是我哥哥在处理，我也不知道。突然闯进我生活，我怎会把失守的寂寞放任了？爱我的话你都说，爱我的事你不做，我就把甜言蜜语当作你爱我的躯壳。难过我不残破，我也会把曾经的结果当。对，所以我才打得到球。我觉得有差哎、欸，因为我那时候有练习要什么 timing 的时候击球。就是球过来的时候要什么 timing 的时候击球才可以打得出去，我觉得搞不好那个训练对我来说有差、欸、Hello 月笑 Hello 人好，所以 Wii 真的是蛮厉害的。 Hello 塔比太郎新年快乐，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。是假的，我就是要玩盗版，我不知道，我应该没玩盗版，我应该玩的是正版。对啊，我的，对，我玩的是正版。对，那个真的要系在手上，不然有时候一下子不小心就会飞出去。对，是你不做，爱我的事你不做，却把甜言蜜语当作你爱我的躯壳。你的悲伤难过我不反驳，我也会把曾经的结果当失手，不去计较你太多，从此你在我心里只剩绿色。晚安月笑，刚刚洗完头，应该是我妈妈吧，我帮她那个保护一下当事人，我要保护一下我妈妈，用我的大头挡住她，不准你们看。Hello 奶奶 ，Hello 希美姐。称职有没有？我的头够大吧？换了一台4K， 4K 感觉就很看起来就很感觉很过瘾。对，科技在进步啊。5G， 我们今天吃什么？我们今天吃显迪奇指定的餐厅。我怎会把失守的寂寞放任了？爱我的话你都说，爱我的事你不做，我却把甜言蜜语当作你爱我的躯壳。这个发夹是小晴送我的，小晴买了4个 SSKR 发夹，我的是蓝色的。对，爱我的事你不做。我明天是中午，对啊，我明天是中午，这就是要再重新讲的那个故事了。Hello Kilo，Hello 阿冠，我明天会打扫，我明天会打扫，大家放心，我明天会打扫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发誓，我明天会打扫。这个要讲一个故事了，就是呢，我原本以为明天是除夕，所以我就想说我不能晚上直播，因为晚上我要回我阿嬷家，我没有办法。就是开直播，所以我就开了中午，结果我现在才发现啊，原来明天不是除夕。谢谢秘书的 love， 明天只是小年夜。对，所以咯就变这样。谢谢家居，谢谢医生君的真情告白，谢谢医生君的真情告白。
迷你物要丢了吗？不会丢，我会把它收起来。而且我的拼图来了，等一下我要放一个数字。我的拼图来了，但我还没有要开始拼，因为感觉要开始拼的话，就要先找一个适合拼的地方，不然就是感觉没办法移动它。对，衣服三。拼图吗？可是我没有拿进来耶。明天给你们看好了，明天给你们看，我拼一个画，一幅画。对，明天给你们看。我今天没有拿进来。Hello， 家树，你也想买？你不要，你要，你是不是要跟我比速度？不管，我不会输给你的，我会努力拼。没有帅的地方也没有啊，就是要找一个。不会挡到大家的地方吧，就不会造成大家困扰的地方，不然他蛮 我怕有点大，就是我怕就是会有点阻碍大家交通，然后也要找一个拼了不会腰酸背痛的地方。对啊，再看一眼你呼呼的脸，这会不会是最后纪念。谢谢杨公公的掌声鼓励。无宁是你，而你你是窗外的阴天，一句抱歉都藏在嘴边。我搞不懂，我那时候有考虑因为我看到那个我的拼图店，他有在卖那个就是拼图的，他叫什么？他有一个名词是拼图收纳，反正就是类似拼图布还是什么的。然后后来想说算了，我还是不要花钱买，我就找个办法弄起来好了。对，没关系啊，明天就会直播啦，明天12点直播，明天给大家看嘛，大家先睡一觉起来，明天给你们看。对，你拼过很多次了，可恶。Hello 路人，那个店不贵是吗？可是我那时候是想说先不要买那么多东西，因为其实我已经买了那个画这个框，就是画框跟那个胶水。对，所以我就想说先不要买那个拼图布，因为我怕我主要是我怕我就是如果没有用到几次就有点浪费。对，跟着我的进度。拼图会掉吗？不行，拼图如果掉了会很想哭早缺一片，不能不能。到底拼图我应该也比你强，你们应该都比我强吧？因为其实我没有拼过什么拼图的实战经验。对啊，我感觉你们应该会比我强。我们的爱怎么了？雨下过以后，是否？能让什么复活？哪有抄袭你啊？我又没有问过你的兴趣是什么，奇怪我这个是我们不能有默契吗？我的粉丝胸膛们跟我都很有默契，不行吗？一定要说抄袭？没有，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实际嘛，就是也不是很实际，我很。诚实嘛，因为我真的没有拼图的经验，我自己都有点不知道我拼图的技术怎么，就是天分怎么样，我自己都没有个底。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时候也是需要天分吧，所以我自己都对我天分还没有个底，所以我不会乱说我很厉害什么。对，我相信大家如果都有拼图的经验，应该是会比我厉害。对，晚安博成。Good night， 勇哥，新年快乐！勇哥，新年快乐！对，我选的图漂亮的话，你不准买，你这个月花太多钱了，你还要氪金给我你先三月再买，你三月再买啦。是风景还是卡通？是风景，也不能算风景，它叫做 Sweet Home， 它叫做 Sweet Home。对，也不能算风景吧，就是家里的一个角落的感觉。对，明天拿给你看，明天拿给你们看。对，我还没有打开它。对，因为它今天我今天才刚收到。
对，晚点再买，晚点再三月再买，要做好财务分配，好不好？经济分配，财务均分。对，过年对我本来我是想要过年的时候拼，因为我那时候想说过年感觉有时间可以，就是，就是感觉有时间可以这样，刚好可以，感觉拼拼图感觉可以沉淀自己，有没有？与自己心灵对话？没有啦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拼过大片的。感觉拼图是一个可以放空吗？就是也不是放空吧，就是找一件事情来专心做的感觉，还是蛮不错。对，纯白拼的不错。对呀、啊，纯白这种东西就乱塞就好，好不好？拼得完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拼不拼得完、欸。答对了，安德鲁。你们二月就是氪金，不是二月是氪金我，氪金陈思雅。说天长地久，免得你觉得不切实际。买多少片的？我买1000片的。对，是妈妈告诉我的这里。不会啦，我不会去打手游。如果我拼到有点脑袋宕机，可能会先暂时离开一下。对，谢谢智的告白气球。不然如果你拼到一个鬼打墙，就是有点一直找不到，然后你又一直在那个情绪里的话，感觉会有点感觉会有点心里会有点受就是受累，所以就是可以先去做点别的事休息一下。我觉得适当的休息感觉还是需要的，感觉可以跟自己对话很久，是吧？当机呢就去玩饭店，然后等到饭店的5颗爱心都用完之后呢，再回去拼拼图。对，然后拼一阵子，拼累了5颗爱心也差不多等到了。对对对，搜寻到了，阿翔搜寻到了，这么快，明天几乎就给你们看了。这样子搜得到，我没有试过。我看一下，小小的爱在加上你，只为你清晰，搞不好你的跟我搜的图不一样。可以好好认识自己，与自己心灵对话。不是这种啦，不是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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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第一个这个啦，是在下面一点的。是，谢谢豆里王的告白气球，谢谢豆里王的告白气球，谢谢豆里王的小浪花，谢谢豆里王的小浪花。我也觉得不能在地上拼我觉得我腰会受不了。对，不是 Sweet Home 拼图出来的第一个是后面的。反正我明天给你们看好不好？明天给你们看。我买哪一家？我买哪一家的？我其实我有点错了，就是我是在淘宝买的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买了之后才发现现在的运费超级贵，我其实有点后悔，我应该不要在淘宝上面买。可是因为我那时候当初是逛淘宝的时候看到介绍的。对，淘宝不是淘宝，淘宝。对，明天拿出来。好好，明天拿。反正现在运费超贵，现在不建议大家买淘宝，现在运费有点可怕。因为听说我那时候查了一下，就是我那时候其实查一下，因为现在那个货机的数量很少，就是货机的数量很少，所以呢就是那个运费就会涨价变很贵，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海运。可是海运呢就会等很久，海运大概要10到15天，然后但是那个官方空运的话大概3天左右就收到，算是很快。但是运费真的超贵。对，还有那个框蛮大的，那个框真的有点吓到我，哇，这么大。其实因为我那时候对几千片到底有多大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概念哦，然后我对拼图的牌子也没有研究，我单纯只是看图片喜不喜欢而已，就是我还没有，就我才刚踏入这个拼图的世界里，所以我其实对于拼图的什么品牌啊还没有什么
概念，对，我就是看图喜不喜欢就买了这样。然后那个画框，画框超级大，有点吓到我，我没想过1000片这么大、欸，就是看图想说应该还好，结果1000片超大、欸，我不知道我买的到底是哪一家哎、欸，对啊，我没有那个去研究，对，嗯。嗯，我就随便买，看到喜欢的就买。嗯嗯哼，拜拜鳄鱼，放假快乐！瑞穗优质生乳。Hello 叶枫，对，我是刚进入拼图圈的人，对。我喜欢你的眼睛，你的嘴角，你的冷傲，我喜欢你的你弱啊，我对拼图的品牌真的不熟哎、欸、我喜欢你全世界都知道嘲笑别闹，我最盐灯没有哎、欸、我家哎、欸、我家有盐灯吗？好像有的好像没有哎、欸、也不是跟风吧，我就是一直很想拼拼图，对啊，啊我妹买的是奇怪的拼图，对对，我要买框，所以我还要买胶水，所以我可以把它拼，我拼完会把它框起来，对，每一秒喜欢你，每一处每一家喜欢你的眼神，习惯难以捉到，我多喜欢你，你不知道。喜欢你让下雨天放晴了，喜欢你让下雪天温暖了，喜欢你一年的难以放掉。哦，最后我要念排名呢，我念本场榜。大家会想睡觉吗？因为其实我时间还没到，因为刚刚开了二十几分钟，然后它自动跳掉，我不知道它会不会记录下去，它应该是没有记录下去。对，牙树念本周，那、啊、我今天第一天直播，哎，对我可以念本周吧？对啊。偶尔心情干嘛发烧，你是甜的药，就算当宝宝有你烦恼真少。喜欢你的每一天每一秒，喜欢你，对，明天又见了，大家会不会觉得太常见到我，大家觉得哎，怎么又是你？喜欢你，我不知道。喜欢你，让下雨天。喜欢你，让下雪天。累就明天补。哎，好像很可以耶。哎，这样说好像可以耶，我都没想到这个方法耶。想一下。谢谢 Kiss 啾啾，谢谢秘书 Kiss 啾啾。哎，他是怎么算啊？我想一想，加起来有就可以，是这个意思。有点那个，哎，好像可以分一些到明天。谢谢 Rock 的 Love， 谢谢 Rock 的 Love。不然今天有点晚了。想一下，亏了半小时，但也没办法，因为他跳掉，他没有记录起来，我也没办法。那个，感觉也没办法哎，还是他会记录吗？因为我现在没办法按叉叉，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记录。明天开几点的？船长，明天开12点的，中午12点，对。哎，他会记录吗？还是通常闪退会记下来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遇过这个闪电退掉。
可是是蛮晚的，好像也不宜开那么晚。明天中午十二点，对，明天中午十二点，不一定哈，要看运气吗？托鲁讲，安德鲁答对，要看运气啊。我觉得成员们也不知道吧，我觉得每一次闪退好像也不一定。对，今天不够两小时，今天只剩一小时，不会啊，半小时也可以算，三十分钟也可以够算，对，三十分钟也可以算，对，一个半的话，这样我下次就补2.5这样，对。谢谢 Martin 直铺的守护灵，谢谢 Martin 的直铺守护灵。我们家的灯是黄灯，对，我们家厨房的灯，餐桌的灯是黄灯。我们家很多地方都是黄灯哎，虽然说看起来比较温暖，可是我觉得好不适合拍照，超级不适合拍照，就拍照看起来就很黄。对，谢谢俊的稳收礼，那你们觉得呢？多久内要补吗？这是一个礼拜啊，一个礼拜搞定，一个礼拜内搞定。你们想睡觉吗？谢谢 Martin 的稳手礼。哦，我这里不是，我这里是白灯，所以我在这里开直播就是很棒。哦，我这里是白配黄吗？一点黄，对。可以看，明天没有拼拼图啦！我真的不敢在直播拼拼图哎，我怕我会不讲话。对，我房间是黄灯，对，我房间是黄灯。哎，想洗澡哎，好、啊，其实我觉得。好像明天再开会比较好，因为如果今天要开到两小时的话，好像会蛮晚，有一点晚。对，谢谢塔比太郎的比心 ，Hello Chris， 虽然不会在零点前睡觉，但是你们也是应该要去洗澡之类的。我是不是怕被笑？对啊，你们感觉都很会拼拼图哎，你们到时候笑我很速度很慢，又开始想睡。好，念排名，我决定了，就先念排名吧。我们明天开久一点，好不好？噔噔噔噔，我要念周榜，还是日榜？哎，周榜。第20名是吉米昭，19名是秘书，18名是瑞龙，17名是 Fly， 16名是奇威，15名是玉，14名是 Martin， 13名是林果，12名是益生菌，11名是塔比太郎，10名是小四，9名是主心刚，8名是 Curtis， 7名是豆力王，6名是 Ricky， 5名是勇哥。14名是小白，13名是小雨，谢谢小雨。2名是 Ray， 谢谢 Ray。1名是芝，谢谢芝，谢谢大家。大家明天现在是0:00，大家明天12个小时后马上又可以见到我了哟。大家明天现在赶快去睡觉，睡一觉起来我们又见面了哦。然后见完面之后就可以去过年了。谢谢志宏，拜拜 Ray， 拜拜博成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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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秘书，拜拜奇威，拜拜柠檬，拜拜某某店长，不是 Four Shine， 四帅，拜拜 Oco， 明天见，拜拜小黑黑，拜拜花生，早点休息，谢谢小四，拜拜小黑黑，拜拜杨公公 ，Oco 明天见，拜拜孔野，拜拜博纯，拜拜嘉阳，拜拜月笑，拜拜秀泽，拜拜若水，拜拜牙树，拜拜七七八八，拜拜志宏，拜拜飞镖，明天见 Oco， 博纯去洗澡吧，新年快乐，奇威，等一下哦，拜拜欢迎战士，拜拜志伟哥。拜拜丁毛，拜拜 Ricky， 妹妹播11点又要抢位置哦，又要抢位大战，
Eric 爸爸，明天见。空叶爸爸，伯承，拜拜。冠德，拜拜。谢谢黄鱼，明天见。安德鲁，拜拜。二一大叔，拜拜。谢谢若水，再见，加油。哎呀，是灭笔飞镖。晚安，空叶，晚安，晚安。二一大叔，晚安。大剑，拜拜。钟颖，拜拜。Collins， 拜拜。团长，晚安。俊颖，晚安。一生俊，拜拜。谢谢阿 K 的爆竹。晚安，瑞邦伟，晚安。秀来秀去。洛克拜拜 ，Rex 拜拜，玄米拜拜，塔比塔拜拜，瑞龙拜拜 ，CJ 拜拜，阿 K 晚安，楚雄拜拜，大剑拜拜，杨叔拜拜，小梁晚安，古早古早味拜拜，安德鲁答对了 ，June 拜拜，外星一直拜拜，嗨大叔拜拜，小叶拜拜 ，CJ 拜拜，谢谢洛克再见加油，少爷拜拜 ，Charlie 晚安 ，T 恤哥阿翔拜拜。Frank 晚安，微信一直拜拜，谢谢字的真情告别，谢谢字的真情告别，暖风拜拜，谢谢字的真情告别，新年快乐土豆，过年看不到我没关系，可以看一下你的，先看一下你的亲戚，笑笑拜拜，明天我打算再发红包给你哦，谢谢玉生俊，新年快乐，终于明天见，你要去玩 hotel 了，嗯，我等下洗完澡也要去玩。拜拜拜拜拜拜小白，拜拜小白，新年快乐！拜拜，我记得早点休息哦。好哟，谢谢船长，谢谢 Red 再见他哟。杨公公拜拜，谢谢杨公公的 love。杨雄，好了，我会洗头啦。对啊，记得看抓年兽哦。杨公公，谢谢杨公公的 love。每日登录一下，一定要的，有钻石可以拿。开心拜拜，博成新年快乐，樱桃猫晚安。好啦，大家应该都有说到晚安吧，早点休息，拜拜，明天见。你要过第三间，加油，第三间有 一个坎还蛮难的，对，晚安，晚安流浪到屏东，晚安七七八八，拜拜透露奖，拜拜数学课本，晚安，晚安钟颖，晚安月笑，大家拜拜，明天见。哦，不是，是今天见。主心堂拜拜，拜拜，牙叔拜拜，明天见哦，大家拜拜。